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基金管理。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保险金融管理系的老师薛廷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七讲基金投资哲学与投资组合二。在我们这个讲师里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上海商业银行黄义军黄经理来担任我们的来宾。黄经理好。哎，hey, 你好。哎、hey,，各位同学大家好，hey, 我是黄老师，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课程讨论，谢谢。是的。 我们今天这个讲次有下面几个学习重点：第一个就是风险衡量指标，第二个投资组合，第三个基金投资与风险规避，第四个基金投资绩效评比。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第一个重点——风险衡量的指标。所谓的风险，就是因不预期的事件所引起报酬波动的程度。这个讲次呢，我们将说明四个量化的风险衡量指标，包括标准差。 变异系数、贝塔系数与风险值。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明第一个这个量化的风险衡量指标就是标准差。标准差它的意义呢，就是它原先是统计学上用来衡量资料分散程度的指标，在我们财务金融上就使用它来表达报酬波动程度的大小的指标。这个波动的程度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那么它的公式。 它它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把它称作 igma, 就是 Sigma。这是个希腊字母。那 Sigma 其实就是等于根号 s a m p l i n r i 减 E r 的平方，再乘上 p r o b，这是 probability 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举例来说明报酬波动的程度，用 Sigma 来怎么样来,来衡量。那么这个举的例子是一个丝路基金跟大盘指数过去九个月来，他们每个月来的这个报酬的状况。那么 平均的报酬率呢？那么思路基金这九个月来平均报酬率是零点七八 percent，大盘指数的平均报酬率呢是零点六七 percent。那么我们来算它的这个标准差，就是风险这个波动的程度，距离平均数差距的大小。那么我们从这个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思路基金的平均报酬是零点七八 percent。那么思路基金它的标准差。 那么经过我们把这九个月的资料带到这个公式里面，是四点二七 percent。那么我们另外还可以算出大盘的平均报酬率是零点六七 percent。那么大盘的标准差是四点八七 percent。所以从大盘跟丝路基金这两个的绩效跟标准差，我们可以知道，那就标准差来讲的话呢，丝路基金它的标准差，它报酬的波动程度是比较小。那么甚至于基金的绩效。 平均报酬也是思路基金的报酬优于大盘的报酬，因此我们可以说思路基金的经理人没有这个辜负掉投资人的期望，因为他的绩效呢是胜过大盘的。第二个，我们来看的是风险衡量指标是变异系数。这个变异系数呢是综合考量了风险与报酬两个指标所得到的一个相对相对的风险衡量指标。因为我们如果只考虑其中一个指标，比方说只考虑平均。 报酬率，或者是考虑这个风险，往往会令我们陷入不知该如何抉择的窘境。那么待会呢，我们会举例来说明，同学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陷入不知该如何的窘境。那么接接下来再来介绍变异系数的公式。变异系数是简写作 CV，它的全名叫做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那么它是标准差除以预期平均的报酬率。所以刚刚讲过，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的这个报酬跟 风险的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相对这个风险的衡量指标。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综合考虑了风险指标标准差跟报酬率的指标期望值。那么把这两个指标同时来考虑。那么我们以仍然以上例思路基金跟大盘指数报酬率的这个变异系数来说明变异系数的公式的运用方式。首先我们经过这个计算，思路基金。 它的 CV 值是五点四七四，大盘指数的 CV 变异系数是七点二六九。那么这个五点四七四跟七点二六九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五点四七四，就是说投资人每获得一单位的丝路基金的报酬，要承担五点四七四单位的风险。那么大盘七点二六九的意思是说，每获得一单位大盘的报酬，要承担七点二六九单位的这个风险。 当然，一样是获得一单位的报酬，承担的风险当然是越小来的越好。所以显然，实实录基金的 CV 值会比较小，也就是说，思路基金它的这个绩效来的比较比大盘来的更好，因为它一样是获得一单位的报酬，它承担的风险只有五点四七四，相对小于七点二六九。那么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变异系数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贝塔系数，那么这个贝塔系数，那么是它的意义。那么贝塔系数本来是用来衡量这个数学上直线斜率的指标，也就是一单位的这个 x 的变动，一单位会导致 y 横那个纵轴 y 多少单位的变动。那么我们在财务金融上面就会把这个借用它来衡量这个大盘的变动会引起某一个资产。 或者说某一个投资组合报酬多少的变动量，那么当然这个指标是衡量市场或者是大盘的变动导致某一个资产变动报酬变动的指标，所以它是一个系统风险的衡量指标。那么我们来说明它的定义公式。那么这个定义公式贝塔 i 就是等于德尔塔 rm 分之德尔塔 ri。那么我们符号这个说明如下。那么首先这个贝塔 i 就是某一项。 资产的贝塔值，那么接着还有这个 delta Ri，就是某一项资产 i 报酬率的变动量，delta Rm 就是市场或者说大盘报酬率的变动量。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指标的符号说明就是贝塔 m，贝塔 m 就是市场的贝塔值。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把市场的贝塔值定义为一，所以同学们如果可以再反复刚才看上面的公式 d a t a RM 分之 d a t a RI，那么这是一个分数指标。那么我们再举例说明，如果第一个贝塔大于一的话，也就是说分子大于分母，那么它就是一个高风险资产。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市场变动一单位，市场报酬变动一单位，但是这个资产它的变动却超过一单位。 当然，这个就是属于高风险资产，例如说像有一些高价的电子类股，它的报酬的变化是比大盘还要来的大。第二个，如果贝塔值是等于一，那么就表示分子分母都相同，那就表示资产报酬的变动呢，跟大盘跟市场的变动是这个幅度是一样的。像例如说像零零五零，很多追踪这个标的指数的这个指数股票型基金，那么因为它的这个报酬的变动呢，基本上。 都会跟这个追踪的指数，也就是大盘的这个变动是非常的接近的。那么它们都是属于贝塔等于一的资产。第三个，如果贝塔它的值呢是介于一跟零之间，这种就是所谓的低风险资产。那么既然它的贝塔是正的，但是却比一小，也就是零点几，就是表示说这个资产它的报酬的变动是低于大盘的。那么很多，比方说这个大型的绩优股票。 那么他们的这个报酬通常变动幅度是比大盘来的小，但是呢，跟大盘的方向却是相同的。第四个，如果贝塔小于零，那么贝塔小于零，当然贝塔只是负的，就表示分子分母是一个正一个负。那么这种往往就是所谓的避险性资产，因为如果说大盘跌的时候呢，大盘的报酬是负的，那么这个资产的报酬往往是正的。比方说很多这种像这个，比方说疫情。 或者是流行病、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呢，很多做清洁用品的，或者是卖口罩的这些产业，它的股价反而会上涨。而这个时候呢，因为疫情来袭，所以可能经济都萧条，市况都非常的冷清。那么，当然像反向型的 ETF，它的贝塔值也是小于零的。那么，这个以上就是就贝塔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另外第四个这个量化的风险衡量指标，叫做风险值 （Value at Risk）。 那么这个 VAR（Value at Risk） 它这个指标呢，是加入了统计学的几率概念，是专门为了衡量下方的这个损失风险而发展的指标。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动足机先，事前提供资讯。前面之前我们所说的三个指标，包含标准差、变异系数跟贝塔系数的，都是属于事后的指标，没有办法动足机先的。第二个，融入了几率的概念。 这个风险值 VAR，它是专门为衡量损失风险。那么风险值可以使我们知道预先知道可能的最大损失以及发生几率的大小，所以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动足即先。那么又加入了这个几率的概念。那么它的公式，哦，VAR 就是风险值的简写，等于 W 乘以 Z 乘以 Sigma 再乘上根号 T。那么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个 W 就是资产。 净值的金额，z 这个 z 就是信赖系数 z 值，那么这个信赖系数 z 值可以从课本附表五查知，它是标准常态几率值，sigma 就是每日报酬率的标准差，也就是每日的这个风险，t 就是风险期间。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面看到九十五 percent 的风险值的关系图，那这个图形在左尾这个常态几率图，那么在左尾有百分之五的面积。 那么切下来只有一个负两百万，也就是说，这个普选的资产，这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损失的金额会达到两百万，或者相反的，我们可以说这个资产呢有九十五的机会，损失的金额不会超过两百万。所以同学们从上面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它是这个加入了几率跟这个这个金额的概念。当然，如果是机构的这个这个金融机构的主管。 或者是基金经理人有了这个资讯之后，就要看看这个两百万的这个风险值、这个损失金额是不是本基金或者是本金融机构可以承担得起的。那么当然，如果承担不起，要不要采取任何的这个避险措施？当然就是要考验着相关经理人或者是高阶主管的智慧了。那么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例子。那么如果有一个 B 卖基金，目前的资产净值是二十五亿元，日报酬率标准它是三点五 percent。 那么，在未来五天之内，它九十九 percent 信赖系数下的风险值应该为多少？那么，我们的解答是如下的。那么，信赖系数的 z 率九十九 percent 是二点三三，同学们可以从后面的附表五常态几率表查到。那么，VAR 就是 W 乘以 Z 乘以 Sigma 乘以根号 T，所以就是资产金额这个二十五亿乘上 Z 值二点三三，再乘上 Sigma 这个风险啊每日的风险每日的这个标准差。 等于零点零三五，再乘上日期根号五，就是五天根号五，一乘大概就是等于四点四四亿五千六，接近四亿五千六百万。那所以同学们从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它是九十九 percent 的风险值，所以它最左边这个左尾有一 percent 的这个几率，那右尾全部大半就是九十九 percent，因为整个曲线下跟横轴夹的面积总面积是百分之百，就是一的意思，所以左尾。 这个切点是在负的四点五六亿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风险值。那么以上就是对四个量化的风险指标做了一个说明。那么在这边想请教一下经理哈、哦，<是>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销售人员会为了私利哈、哦、而做出一些这个道德风险、侵犯顾客权益的事情，请问原因为何？那么我们机一般机构又该如何防范呢 o、okay. k 呃，当然，这个业务人员啊，因为道德上的问题，侵犯到客人的权益，主要的原因啊、呃，第一个呃，通常是说未充分的告知呃投资人他投资的标的的内容跟风险啊、呃，在这个说明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如果造成呃投资人的损失，那那个时候投资人就会产生了抱怨啊、呃，就产生了一些纠纷。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推荐了不适合或不恰当的商品给投资人啊，尤其是对一些高风险的产品啊，如果推荐给一些啊那个年年长者或者是国中以下学历者，基本上这些都是不适合的，因为这些人对这个产品不够了解。那我们还推荐高风险的。 产品给他的话，这种时候啊就更容易造成纠纷了。第三个是诱骗了啊，有些业务人员为了业绩的压力啊，可能啊一些陷阱在里面都没有充分的告诉投资人啊。当然这些当损失造成的时候啊，纠纷又产生了。第四个原因是舞弊或道德上的犯罪行为啊。我们常常在听到说哦业业务人员啊有时候呢啊因为上经济上的问题啊。 侵吞的那个客户的资产，或者是挪用啊客户的那个存款等这些行为，基本上啊都会造成那个投资人的损失。那至于防范之道呢？第一个啊，薪资不应该用完全以业绩为依据啊，应该啊要加入其他的那个考量啊。 第二个，呃，要求充分的告知风险，你一定要把你卖的产品充分的告知、告诉投资人，你到底呃风险在哪边，报酬在哪边。第三个，要了解业务人员的个人的信用及财务状况。 当我们知道业务人员的信用或财务状况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业务人员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啊，看他啊是不是会推荐不适合的产品或做一些舞弊的行为啊。第四个啊，要了解客户的状况，推荐适合的产品啊，怎么样的客人啊，我们就应该推荐他适合的产品，不应该啊为了业绩一味的啊推荐啊那个不适合的产品给客人。第五个要落实休假与代理人制度。 啊，第六个要持续的给予教育训练，这个教育训练当然包含专业知识的训练，哦，也包含了呃一些呃怎么样跟客户哦应对啊，包含呃一些推荐适合的产品给客人。第七个要遵守业务经营的原则，这些业务经营的原则包含了守法原则、忠实诚信原则、善良管理原则、公开原则、专业原则、保密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等。啊，以上是我的说明，好，谢谢。 是的，我们谢谢黄经理的说明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点，投资组合。那么首先来说明它的意义。投资组合呢，就是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概念，也就是不要将所有的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内。它具有分散非系统风险的效果。例如，个人资产投资组合内可以包含存款、基金、股票、海外债券。 保险或者是房地产等等，这个都是可以构成一个所谓的投资组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风险与报酬的关系。风险与报酬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说明。首先，第一个要说明的是这个所谓的无风险报酬。那么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无风险报酬就是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就可以得到的报酬。那么我们经常呢，都是用银行一年期的定存利率，或者是政府发行的国库券的利率，来当做无风险报酬的替代指标。第二个就是风险易筹，风险易筹顾名思义，易筹就是多出来的报酬。那么这个多出来的报酬是因何而来呢？就是因为承担风险而多得到的报酬，就是承担风险而多得到的报酬。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给承担风险， 的人给予任何的益酬或多的报酬，那么谁又愿意来承担风险呢？第三个就是高报酬要承担的是高风险，当然这是必然的。所谓有一句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勇夫为什么愿意承担这个高风险呢？就是因为给了他报酬，所以够高。所以这个高报酬当中其实就包含了风险益酬在内。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资产预期报酬率与风险的关系，在这边我们要跟同学们介绍这个所谓的第一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式，也就是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也就是 CAPM 这个模式。它这个模式呢，它就是用来探讨这个系统风险跟某一个资产预期报酬率的关系。它们的关系就是图这个公式：ERP 等于 RF 加上贝塔 P 乘上挂弧 RM 减 RF。F, 那么我们把相关的符号。 做如下的说明：第一个，E R P 就是投资组合 P 的预期报酬率。啊，当然这个 E R 其实前面讲自有，讲过，它就是这个期望值，就是我们用来衡量预期报酬率的这个指标。R F 就是无风险报酬率，当然就是像一年期的定存利率或者是国库券的利率都是无风险报酬率的替代指标。再来，t a P 就是投资组合 P 的系统风险。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 t a 其实就是。 Delta RM 分之 Delta RP 就是相对于市场报酬、本投资组合报酬变化的相对大小的一个指标，就是贝塔 P。那么这个 RM 就是市场或者是大盘的预期报酬率。那么再来 RM 减 RF 就是市场风险溢筹，因为就是市场报酬率减掉无风险报酬，这个就是所谓的市场风险溢筹。如果在这个市场风险溢筹前面再乘上这个贝塔 P。 那么这个就是投资组合 P 在贝塔 P 的系统风险下应该获得的风险性益筹，那么说完这么多符号之后呢，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那么它这个 CAPM 这个的运用。那么假设目前市场的预期报酬率是三 percent，无风险报酬利率是一点一 percent。那么 A 加基金的贝塔值是一点七，那么请问 A 加基金的预期报酬率又是多少呢？那么我们分别计算。 那么市场风险溢酬就是三 percent，减掉一点一 percent 等于一点九 percent。那么投资 A 加基金的风险溢酬就是前面这个市场风险溢酬还要再乘上 A 加基金的贝塔系数，就是在乘上一点七，也就是三点二三 percent。所以投资 A 加基金的预期报酬率就是刚刚这个三点二三 percent，还要再加上一个无风险报酬率的一点一 percent，所以加起来之后呢，这个值就是四点三三 percent。 接下来我们想要请问一下经理哈，金融机构对法人销售与对一般个人销售有什么样的不同？OK，呃，主要的不同啊，基本上啊，大概可以分四点来说明。第一个是购买数量的不同啊，啊，法人的购买量当然是比个人大很多嘛哈，那个人相对金额就比较小。第二个，投资目的不同啊，法人着重在资资产的配置啊，他的目的除了获利之外，还有避险的功能在里面啊。 至于个人着重在投资理财，当然它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获利啊。第三个不同就是售前的不同啊，法人购买呢通常需要经过董事会的那个同意，在额度内哈啊去做操作。那而且它的主要财务人员必须在财报财报上面做这个资产的评价。而至于个人的话啊，因为跟公司没有关系，自己决定说你要投资的金额及要投资的标的就可以了。 啊、哦，第四个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呃、哦，也不太相同。哦，金融机构对这个法人通常会主动的约访，啊、哦，专人服务，啊、哦，那个人的话，哦，可能多半是呃您、哦、贵的办理，或者是呃、哦，找李专，或者是透过网银来下单。啊、哦，以上大概是这四点啊、哦，个人跟法人不同的地方。啊、哦，谢谢谢谢黄经理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第三个重点是基金投资与风险的规避。 那么这边提到的是第一个是避险，那么避险我们可以分以下两点来说明。首先来说明避险的意义，避险的意义就是要规避标的物价格变动的风险。这个然而标的物价格的波动往往并非我们投资人或者是我们个人所可以操控的，我们投资人只是一个价格的接受者。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透过避险的操作，使我们的损失减小甚至米平，这个就是避险的意义。 那么接下来谈的是避险的分类。那么首先，避险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多头避险。那什么叫做多头避险呢？就是要规避标的物价格上涨的损失而采取的避险措施。同学们听完这个可能还觉得很奇怪。那么什么人会担心标的物价格上涨呢？也就是谁需要进行多头避险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就是标的物或者是原物料的需求者。 那么谁又是标的物、原物料的需求者呢？我们举下面的例子来跟同学们做说明。第一个，中油公司需要原油。如果原油的国际价、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那么中油的进口原油的成本就会增加，中油的成本就会增加。当然，成本增加对中油来讲是不利的。第二个，进口商需要美元。进口商为什么需要美元？因为进口商要支付进口的货款，那么支付进口的货款。 不是用台币支付，而是要用美元来支付。当然，如果美元升值，就是美元价格上涨，美元涨价了，一定金额的这个美元货款，那么进口商要拿出更多的台币才能够换到一定金额的美元。所以，当然美元价格上升，美元价格变贵，美元升值，进口商的成本也会跟着增加。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各类加工商他们都需要原物料，他们都要进口原物料，比方进口大豆、黄豆等等。 只要这些的国际这个物原物料价格上涨，他们的进货成本都会增加。所以呢，这个厂商的进货成本增加，对他们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但是他们厂商又无能为力来控制这些原物料的价格，那所以就要采取避险的措施。那么要如何避险呢？那么具体的做法有下面几个，包含可以买进圆形或者是杠杆型的 ETF。那么当然这两种 ETF，我们前面讲师也说明过了。 当然，其他可以买进，比方说黄豆期货，或者是原油期货，或者是买进黄豆、原油的买权，也可以达到一样的这个规避这个风险的效果。因为标的物价格上涨，但是你却可以在这些金融商品上来获利，所以一赚一赔之间，你本来在现货市场的损失就可以得到弥补，或者甚至于弭平。第二个谈到的是空头避险，空头避险的意义就是规避。 标的物价格下跌的损失而采取的避险措施。那么同学又要问：那么谁会担心？谁会担心标的物价格下跌呢？那么往往就是标的物或者是原物料的持有者，或者是这些原物料的生产者。那么他们会担心他们手上的这个标的物下价格会下跌。那么我们具体来讲，到底什么人是标的物的持有者或生产者呢？第一个，像产油国，产油国他们生产。 原油，所以如果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第二个，出口商持有美元，那么出口商为什么会持有美元？因为出口商把东西卖给国外，收到的货款是美元货款，所以美元如果贬值的话呢，出口商把这个一定金额的美元换回台币就少了，也就是收入就减少了。再来，第三个就是农夫生产谷物，农夫不论生产玉米或者是稻米，还是生产任何农作物，如果谷物。 的现货市场价格下跌，当然农夫的收入就减少了。再来就是自营商持有股票，一般像银行或保险公司都有自营商的资格，他们都会用自己的这个资资金去买卖股票。如果股市大跌，他们当然这个股票资产的金额就缩水了，那么这对他们讲是不利的。所以呢，只要以上的这个人这个持有者。 碰到现货市场价格下跌，他们也就无力回天，所以他们也应该要进行所所谓的避险。然后具体的做法，避险的做法可以有下面几个：就是买进反向型的 ETF，或者是卖出原油期货，或者是买进原油卖权。这些金融商品都可以让这个避险者可以在金融市场获得利益。那么来用来弥补他在现货市场上收入的减少。 那么再来，我们再看看基金投资绩效的评比，有下面两个常用的指标，一个就是夏普指标，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催纳指标。那么这两个指标呢，都是基金评比上经常用到的指标。那么总而言之，投资人如果能够这个坚守投资纪律，选择基本面良好的投资标的，长期持有，又能够掌握低买高卖的时机，投资基金的获利应该就是可期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讲次的说明。我们非常谢谢黄经理的参与，谢谢，谢谢。请继续收看我们的空中爱问答。好的，你的问题也非常好。 所谓的道德风险，是基于双方资讯不对等或职务之便而做出看似利己但是损人的行为，这往往是违法的，是要接受法律制裁的。那么，金融市场上面此类大小道德风险的案件层出不穷。那么，我们就举国内外的案例跟同学们说明如下。那么，首先谈到国内的案例，发生在民国八十三年底到八十四年间的国票事件。 就是当时国际票券公司的阳性营业员，因为伪造商业本票而向各大金融机构诈贷，东窗事发之后，引起了金融市场上的极大的不安，也导致他的同事、他的主管呢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当然，当事人也锒铛入狱。第二个就是发生在国外的，那么这个事件就是霸凌银行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是爆爆发在一九九五年的年初，那么主角是英国。 巴黎银行派驻在新加坡的首席营业员尼克里森，那么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导致他所建立的日经指数的期货多头部位亏损惨重。因为他那个时候呢，他是预测日本的经济会复苏，所以他是采取做多，采取的是日建立的是日经指数期货的多头部位，然而却碰到了不可预期的神户大地震。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月初的时候。 他赔得很惨，但是呢，他却不肯认赔出厂，反而呢做假账，继续掩饰亏损，继续向霸凌总部周转资金。当然，这也显示出霸凌内部控制机制的失灵，终究呢，使得这个老牌的银行霸凌银行走向倒闭的这个地步。当然尼，尼尼克里森呢，他自己也因此而下狱。后来他因为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所以他就提早出来。那么出来之后呢，他。 这个他的这个邀约不断，演讲邀约不断。那么莱迪听他演讲的人，通通都是各国的金融监理机构的高阶主管，或者是各大金融机构的主管。那么他们都想要从尼克里森的犯罪事实来了解防范之道。这个也是尼克里森对金融市场的一个算是一个贡献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艾文达，谢谢各位的收看，再会。